模特兒出身的內地網紅張大奕曾經有最強小三之稱。三年前，他因為被爆戀上身為淫夫的淘寶天貓總裁蔣凡，被正宮公開斥罵，而當時還有指他藉著大肚逼宮坐正。當年張大奕拍攝服裝開箱片的時候，著住鬆身衫，他拎起性感吊帶衫的時候，助理笑話：你而家有咗，應該唔著得喎。影片成為一時佳話，網民都推測他是不是要藉大肚逼走原配。事隔三年，早前張大奕突然宣布大肚，還貼了幾張印照，原來他在七月中的時候已經跟地產富二代領證結婚，現在懷孕約六個月。他曾經強調說這一次真是他成世人第一次懷孕，再度撇清跟蔣凡的傳聞。